现在就这样。你旧的档案不会，以前最一开始不会有这个问题啊。我有阴影的问题啊。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的？你的电脑比我好很多哎，比较好。可是我还是我有用优化啊，我跟你们一样都用优化啊。对啊，可是你的优化跟我的优化应该是有差距的。没有差距。对啊，优化就是优化，应该没什么。那要先想办法帮你驱离。干娘，干娘！我如果再传一次他的档案给我好了，他的档案我已经改到坏掉了，全坏那种，全坏啦！真的是全坏掉了。他一开始给我的时候也还不会有这种东西，那档案被我改到全坏。你先用我的看看，把我那两个丢进去，然后试试看。为什么不用卫生那边下来的？啊，我们刚一开始第一个，我们刚第一开始用第一个就是卫生的啊，就卡成狗啊。为什么要用卫生的啊？我们刚第一，微风刚一开始跟我讲的，我们下载的不就第一个就是卫生的吗？还是我误解？就是卫生的，就是卫生的啊！我刚用卫生就是卡成狗啊。为什么不把整段看完再来问问题啊？他后面都跟你讲说他做半套的。哦，难怪，就是半套仔嘛。超强，我的光头超强。哎，哇操，这边上面有人。不要浪费时间在打架啊！赶快弄一弄我！我操！不行，我要走之前，我至少要带走一个人，这样我才满足。大迪，你的阴影啊？在那个登录画面，就是在按 play 那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你最下面有条黑的，麦炸！莫名其妙的麦，麦炸！你啊，击败！算了，打架了。浪费时间。QQ PPP， 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我在讲的东西啊。我现在是在调阴影没错，但是用卫生的下载档的话，是他的东西我没办法用啊，你懂吗？你现在要先听懂我讲的问题的点的问题啊。是他的下载档我没办法用啊，所以现在耍低能的人是你啊。这是新的吗，微风？我回来了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引擎是你的吗？第一开头那是我的。好好好，那我丢这个进去看看。我第一次用，不是，我第一次用的就是卫生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东西了。我第一次用就是所有的东西了。没有，它还有一个东西，它还有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资料夹。那个叫做否低配置没印的资料夹，对，是那个。
对对对对对，可是那个我没用的时候我已经卡成狗了，你懂吗？就是我用他的档案的时候我已经卡成狗了，我用他其他三个选项的时候我就卡着跟猪一样啦，就没办法动啦。我再丢一丢没睡啊，对啊。卫生的优化档根本就是给电脑高配的，用它一直死档。它所谓的低配置，它不是它 i 5什么4470的什么4480那种，它是给它的低配置应该是那种，它的低配置是给中高阶用。对，中高阶它不是很低，像大低跟那种都是相阶的。相较于他的电脑算低阶的，那叫低阶。那他的低阶是这样。对啊，他这样定义有点太奇怪了。这个没有阴影欸，这个漂亮哦、喔。微风，这个没有阴影。哦，好亮欸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没有阴影，要不要先还钱？而且有点亮欸。不还啦，你而且你没有回我赖，我心情已经堵了。你赶快滚去旁边死一死啊！我觉得你超级厉害，母熊哦、喔。不是啦。橘橘妹，你他妈的没有回来，我已经很堵拦了，赶快去旁边试一试。好，大弟，不觉得你的人有点亮吗？亮到爆！你可以先回来吗，小姐？橘小姐，好，我等一下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先还原，然后再试一次卫生的档案。我现在就是用卫生的档案，然后再加一点点东西。你的阴影已经消失了。现在就看会不会卡了。对，现在就只能看会不会卡了啊、！fuck！ 可是刚刚有一个至少已经不错了啦，靠药，还奢求什么？因为刚有一个很顺的，刚有一瞬间他、那個、本来玩是有阴影，有阴影，可是没有很卡。对，刚有一个瞬间是很顺的，然后我想说我把它变成有阴那个没阴影，就没想到把东西删除掉之后变卡了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刚有一个瞬间是很顺，那一瞬间。先生好，这怎样？纹理说要高吗？还是中？你就把它弄中中吧。你的电脑那么烂，后期用低啊！他妈！好，为什么这些往上走？你纹理跟抗锯齿用高就好。纹理跟抗锯齿，其他全部低。你他妈不要乱搞！好，而且非常低。不能，他有说不能非常低，有些人。这样就会卡，所以要试试看一样。我看，妈比赛开始，你来。全屏跟窗口化哪个比较好？全屏窗口化。全屏跟窗口化。耶、yeah, ，热情开哨。在飞机上会那个是正常的，我电脑也会，但是要下去才能感觉。我会先加装一张记忆体啊。你几时要处理啊？你我已经叫了，我已经叫他了，他要他说要。那怎样？要等厂商的货。杀小挖沟。那你没有跟他是爆气，爆气拿他的给你。暴气他也不会有货啊，就事情不是这样处理啦、啊。热情开哨，热情开卡，热情开卡，漂亮。卡不是那个问题，是伺服器问题。不是，我的卡是那个问题。你看我的卡。热情开卡，漂亮！被光秃掉。没关系，很亮。搞六击败。过来。在这里面，
好像变顺了，刚开始很卡。哦，刚开始很卡，现在好像变顺。他这边是还有三个，哎、欸，他好像变顺了，好像可以。看，那搞就搞了一个晚上吧。嗯，屁股在摸你是？哎呦，对，屁股摸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、喔，这个微风这个。你启动码没调任何东西哦？对啊，没有调任何东西。嗯，好。可是刚 QQQP 说的显示记忆体是关于全屏跟没有全屏，是差在哪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个跟 CS 那很像哎、欸。用 CS 不是有人用全屏，然后打 FPS 比较高。然后用桌面，有那家桌面会比较那个，叫他举就不要再密了，好不好？几百啊？哦，我跟他讲一下话。哎，我那个只有调这个而已，我的那个启动码只有调这个。然后你看你是4000还是6000？所以我刚，要不要再密好不好？烦欸，到底在密三小、啊？对啊，那是相约去。人家做大事情，而你事情就该摆在一边啊！我等一下3点要上班，我现在不睡觉是不是？就听你在那边耗。我没有在耗啊，我是很认真在处理哦。你在处理他是不是？奇怪啊，掉不掉？他把麦克风关掉了、啊，有够扯的！干，我没有啊，我没关麦克风啊。垃圾，今天用按键发号。帮我，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开实况画面，帮我看一下、那個。你会那个全部都弄60fps 怎样？明明就让你电脑那个用60fps 超响。60fps 可以带给你们全新的最佳感受，而且我不想。智障，不是我不想，会那个活该啊，几败。我不想要换游戏的时候还要那个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打CS的时候我给你60，然后我为了换游戏的时候我还要重开实况，这样的动作很白痴。新版的哈、啊，算了，我懒得讲，几掰，这我讲到腻了，都一样。那个全一幕可以截取啊。哦，我跟你讲过吗？谢谢追随。然后他新版的有一个好处，他可以直接调 FPS， 超屌，他不用重开实况。就这样啦，讲再多你他妈也是用旧版的了。再见。嘿嘿，被你关在外面。刚下去多累，我发现。哦，要跑图是不是？正常的吧。